怎么回事啊？异界生物入侵大楼了？刚才的爆炸是怎么了？我们也很懵啊。咱们能心平气和地聊聊吗？那就用能让你听得懂的方式开始了。你终于开口了吗？你搞什么鬼啊，很痛啊喂。还好你会痛啊，不然我可就头大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想把楼拆了吗？这是搞什么鬼？我去看看。别急，再看看。我可真生气了！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不是来和你战斗的，是来拯救你的人生的。你这算什么拯救？你这是想打死我吧？你想干？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我得上去看看。慢着，都要闹出人命了呀！他不是傻子，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圣尊终于开口说话了。快打110，我要报警，救命啊！一个小时后，救命，杀人了，打劫了，人都死哪儿去了？我已经让他们把人清空了，你就尽管叫吧。我有的是时间。你到底想干嘛？赚钱。我给你钱，我让他们给你发工资，你快放了我。我有原则，别人已经给我付过钱了，在完成工作之前，我不会再收其他钱。他们不就是让你来给我做助理的吗？我才是你的老板。他们让我来是为了拯救你，助理只是个名头。拯救？拯救？我才不需要拯救，都是老子在救人。老子能吃能喝能睡，有哪里需要拯救了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痛死了！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救人也不是这么救的呀。咱们谈谈吧。切，鬼才让你拯救。你还可以继续跑跑看，1000米范围内我闭着眼睛都能打中你，打痛了。你是怎么办到？现在可以聊聊了吗？你到底想聊什么呀？我很好，真的活得很安逸。人类我也有好好在拯救，也不用在意什么，他们也不会因为其他事来烦我。回来看看片子，吃吃薯片，玩玩游戏，真的很舒服啊。可你并不快乐。快乐？我很快乐呀。想我想，没有我做不到的，没有我得不到的。我可是圣尊呐，是这个世界的英雄救世主，我怎么会不快乐？
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、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你能来吗，秦宇？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柳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我们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！